绝症保护呢，后来我们在推出这种昆虫观察课程之后，台南县政府非常的善意的觉得这个课程很好，然后他就派人去看完之后，到隔天之后，我发觉我们那个步道旁边的杂草全部都没有，他很贴心的帮大家根除草剂，那个步道全部堆得干干净净的。那你会觉得那个可能是昆虫观察的地方，那还会有昆虫吗？就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向各位来学习，可以去关注到台南市附近的这些进山的步道，那尽量去做一些记录，那可以在课堂里面做得到。为了我希望大家变成一个社区，那可以尽量来告诉，假设说政府要去做一些像刚刚讲好意，但是它是破坏了这个步道的生态，大家能够出来告诉政府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对的，让他们知道好这个东西有公平的检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一个主要目的，或者是占大家一点吃东西的时间。那这个问题麻烦再跟老师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好，再麻烦大家哈，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辛苦了。不要在食物面前，就知道他稍微客有礼貌，有许多福利。那我中间，也是我们之前讲的。摄影师是摄影师要拍的照片。摄影师，摄影师先放开，还是可以这样子吗？这可以挥挥手，他就拍了。挥手，他可以拍吗？对，那那个设定就是。那你刚刚会有？要设计，对呀，要设计，快点。
个我看到。哎呀，来来来，枪手。来呀。你不要笑，去打。我们打到谁？不要笑啊！不要笑啊！我心情好。
礼拜六的时候试做的成果记录要给大家看，然后是不是一起要？今天有国立的一些测量。啊，国立的一些测量的一起可能会帮他讲一下。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待会会先做介绍，然后呢，各组的成果啊，待会反过在介绍的时候要请各组补充哦。好，负责第一组那个工区的人就要自己要来说明一下那天做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第二趴哈，第一趴是你边吃东西边看影片，好，然后转过回来之后进行第二趴是那个看记录的部分，然后各组的补充分享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大家的分享，哎，马哥这么快就回来了，感觉可以另外影片上场了，你是解决了吗？对，算是。我等一下8点多再录。好，那我现在不用放影片，你可以直接做这个分享。那我先把答案用。好，先，那好，我们这个还是先让马哥把影片，对，把那个记录放上来啊，然后大家先吃东西。那我准备的这影片，我不晓得，本来是想做电档的啊，看看大家有没有那个想要看，就是。有没有人看过我们去香港做步道的影片？没有，没有。OK， 因为我后天又要出发了，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跟香港郊野公园合作的一些状况。然后，那个可以讲可以不讲，因为是什么课程，只是中间作为迷信节目的用途而已。然后呢，那待会记录的部分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是大家的分享。随便想聊什么，包括刚刚冠州主任丢了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对，要大家想一下学期的事哦。下学期的课程或者是之后课程，大家会有什么想法，我就可以带这个部分，大家分享完之后再做讨论，这样。好，那原则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颁发证书跟那个就是小礼物的时间，这样。就用那个时间作为结束，这样好吗？今天应该我没有预留要坐在这里哈，所以我们应该也不用上满到九点这样。如果在这个这几趴做，我们都讨论得很开心，东西也都吃光光，我们就可以快乐的回家去，这样好不好？好，那法国你好了吗？等我一下。好，那这样子你需要多久？大概喘，再给我十分钟。十分钟，那影片也看不完了，那就吃东西吧。同学，这个单子记得要填交过来，还有那个今天总共要填要签两个名字跟勾两个勾勾，所以要记得还没有勾的要勾。对，签到了，后面签一下。你要藏在哪里吗？现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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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是那华南有名的烟熏烟熏卤味冬春。烟熏的没有。所以你要两个。
真的要放出来了。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请那个先从第一组
开始好了。还是觉得每次都同批组不同意，那我同批三个。就请第三组的同学上来分享一下，说你那天做了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我针对不是当天的心得，你做了什么，然后当天的心得，然后这一堂课程上，这一堂课程上到今天以来的心得感想。如果你要搭配照片也是可以。第三组，那第三组的伙伴一样从最后一个先来。丽娟，需要麦克风，需要吗？这位表达的是丽娟。我们那一组啊，他是你的，太多参加这个活动了，真的是太感动了。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手作舞蹈，后来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抽到我们的那个群组去，结果大家就一直吵着说他们也要来。那我蛮惊讶的，就是我主要是跟曾佑还有莹莹还有文婷，我们四个人就是做刚才最后大家看到的那个四根木头，在三根木头再加上竹子的那个步道。那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说我们那一组哦，我觉得他们都长得很纤细，很看起来就是读书人、文人，是拿笔的。结果没想到，我看到那个文婷跟那个莹莹啊，两个人简直像猴子一样，爬过来爬过去，还跑到山谷去扛那个木头。我就觉得说奇怪，这现在女生怎么身手这么好？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是老师。既然有这种本领，实在是很重要。我那天回来之后，觉得膝盖很痛。那个我其实我一天可以骑100公里的脚踏车，哇！我都不觉得膝盖会痛，结果那天回来是痛，觉得好累。可是心里面真的是很开心啊，就是说怎么可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然后我今天有碰到一个北大土木系的教授，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惊讶说哇，那是要有一点工程的概念，他说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下次要做的时候他想要跟你过来看一下。蛮惊讶的，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朋友听到之后都大家都很羡慕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觉得说各位志工非常了不起啊，有这种精神，无名英雄。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了，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能够跟大家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觉得特别开心。好，谢谢大家。
然后就是因为我不会用那些工具，因为我平常没有接触过，然后也是他们教我怎么使用那些器具，然后就是学到了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在什么的，然后就是要很谢谢大家，然后因为辅导学真的是很特别的课，然后就是也算就是应该说学到很多，然后最大的是会觉得很感恩，因为以前走辅导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辅导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很简单，就是随便读一读就直接结束，对，然后但是这次自己做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辅导有很多就是美感，然后所以说就很感恩，就是有人愿意这样子付出，对，然后就很谢谢大家。但是不远处有种子，那但是就是做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这样子。
其实我还是要更正一下，我是读书的形象。哈哈哈其实有木头还是竹子好，我们那边是因为竹子，就是附近没有木头，所以才有竹子。对，所以你们的努力是需要的，它绝对会比我们那个用的久一点。下一位是紫金，他的楼一换，就是我们那边过去那一块有那个竹桥，比较稳固。没问题啊，竹桥它比较那个比较干净。很紧张。大家好，那个分享两个我那天的做完的那个身体反应啊，我之后呢，我体力非常好的，我的体力算是不错的。那天做完哦，第一个我已经洗完澡用，趴着就睡着了，好可惜。那第二个哦，那天骑摩托车下来的时候，他喘加不一吧，他一加油，他不一吧，到了新市就会加油，到永康一加油，那第二个。靠底下出来捡钱，捡出来是捡怎啊捡金？最好消失那个焦点，我先生你救起来了。奇怪一点快，大家都捡金了，然后正刚正要出跳。我那天在下来的时候，我们三个谁啊？我的第二组那个根据让我们上个气下，我没有戴手套，他说比较能一点，他那天真的用力过度，故障啊，又球啊，又高什么交易，所以这是我身体的反应。我昨晚回去泡温热热水澡，什么都解除掉了。那第二个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天其实我们有做几个东西，就是突破啊。我就做起来，我们自己感觉很满意。那个葛老师一看，哎，那个丁国一看，啊，这哦，我问我店里副播做完了以后，看起来很平，哎，刚好有凸一个小小的石块出来，哎，我们有一块大石块，可是我们那块不是大石块，是大水泥块。他说，以后这款瓷砖真的尽量少用，可是我们刚好找不到适合的材料，我们就是。拿来用啊，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刚刚的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在玩乐高，所有东西你只要试用，它又是自然的，都是好的，所以手都不到真的我的东西，会让我们计划很多创意出来，可以让你呈现无限的面貌，不错。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那个数据，我想说哇，这手都不到真的不简单。我们刚刚记录一下，我刚刚才一两百公尺而已。但说扯回我们那间办公间，我们已经搞了一天，搞到累死了。没有了，走路到上面讲完东西就已经12点。可是我们大概从11点多一直搞到下午，大概4点多都。我们这大概说到4:15收工啊，4个小时，其实我们几个都没有休息，我们都一直做一直做。但是挺多累了，聊聊天，吃点东西，让他去干。都没有停，那你看，好像我一天搞下来二三十个人，才搞那么一段。那台湾步道这么多，不是世界上步道这么多，手工步道能呈现这么多形貌出来，真的是要非常不容易才是。所以真的很伟大，谢谢。那还是真用。大家好，各位跟地院我就是同一组做那个原木的部分，然后就是很高兴能够第一次参加千里步道的课程跟活动。那我觉得，虽然我们也是去做一份工作是志工，但是跟平常上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是会累，可是那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我觉得是开心吧，但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也会想要退缩，但是就是，我认为是在做一件很让自己高兴跟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因为不能用电动的机具啊，所以我们都是就地取材，或者是用用手锯木头方式进行。
那我觉得说，我们生活在文明那么久，能有一个机会跟其实我们很陌生的自然，透过这样工具性的互动，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新东西。对，那就想到说，一开始我们有讲的手作，还有艺化的这个课程，这个，那这是我的。大家好，我是旭山哈。那我站在这里是有点愧疚感的哈，因为那天只有我跟子玲哈，两个是骑摩托车的，我的 Racing King 哦，180扑上去哦。那这个看大家就一路上这样，大概经过30-40分钟，走那么陡的陡坡上来，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不过这个是有原因，因为我跟子玲。是在网球俱乐部的球友啦，啊，我前天打球有点受伤，所以我跟老师讲说我半月板有点受伤，所以就得到老师的特许哈。那上来的时候，其实我那摩托车算很有力，我们常常去跑山路啦。就我们跟那叶大哥的那个四轮传动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走到有些陡坡非常陡，陡到我发现我那个油门加下去，我的里程表那个时速表出现第一次是1公里。就是跟不上去，那个马力吃不上去，那个太陡了，我还差点马力吃不上去。啊，其实我们之前有走错路啦，就是那个可能因为前面叶大哥可能路不熟，所以他拐到另外一边去。那其实我走到后面路都是叶子哈，啊，有一段就是草，大概已经到这么长了，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再过去这样？就还是继续过去。那个看到叶大哥就在那边砍树啊，就后来才发现是。要往回走，那这是因为我是这个体验是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是比较，因为我在欢迎有做过那个解说员嘛，我比较这个解说员跟做步道的这个差异哦，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做第一次实习解说以后，我第一次接到真正解说的任务了哈，那我是在巴克里公园，我那个活动是民众要报名嘛，然后大概有30个人。那我们有大概4组人，一个人大概分配到可能只有5-6个啊，他会跑组嘛，好，啊，我就哇第一次要跟民众做实际的解说就很高兴这样，然后就前2个礼拜我只分配到两个树种要介绍给民众，一个是樟树，一个是栾树，哦，都台湾原生种。那樟树很精彩啊，我就去找资料，我发现哇樟树跟台湾的经济发展史是相当有关系。而且它跟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关，一个是战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说，樟树跟战争有关系，战争跟电影有关系，所以我就哇自己就想了，我就花了很多脑筋想说，我就一个破题哦，就说樟树是，我就用弘一大师生前最后一句话说悲心交集哦，因为樟树是做那个无烟火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固化剂。那因为有樟树，有樟脑以后，那个无烟火药才能稳定去发展，所以后续的战争就非常激烈，因为无烟火药效益非常高。那樟树是另外一个叫赛洛洛的材料，就电影那个底片哦，所以没有樟脑，没有樟树，就没有战争，就不会这么死亡那么激烈，然后可能你在电影院也没办法享受到那么快乐的时光哈，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用心，哇，悲心交集的樟树。结果我那天到场的时候是，我那一组一去是2个妈妈，然后带4个小毛头，就是那个小学1年级、2年级啊，啊有一个小朋友可能有起床气哦，一直吵说跟妈妈那边闹，所以我整个完美的这个解说计划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有时。对啊，一个小孩在闹，我还以为要去吃麦当劳。当我在讲弘一大师的时候，就下面就吵闹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个解说工作好像回馈好像不是很直接哦。哇，这个小朋友到底他有没有听到我那个计划进去这样子？那在做步道的时候就觉得很实在啦 ，CP 值相当高，因为我那一组是子玲跟那个金文啊，我们很感谢金文，因为我一问他说，哇，看这么年轻的。这么年轻的，一看就知道是
大学生就说，哦，结果我们问他是大三啦、啊、哈、哦，那个生态系吗？对，等下刚好他们一个老师有到我们荒野去做解说，所以有点认识这样子。那我们看到一个18岁的小女生啊，我知道为什么子玲会抽筋啊，因为我们两个老男人绝对不能当着18岁小女生，所以啊，哦，就非常感激我们。其实我们都很累的，要做什么事，他都说好好好，我家做的事要去进小进步，他就下去那个斜坡这边去，然后一个人再去那个龙眼，好好好，我们只好。我们也好好好这样继续努力，这样下去啊。那其实回头做完，我们就觉得，啊，回头看这个路程啊，就觉得哇，真的是经济实惠。就是你每挖一份安息角，它就有安息角的作用；你每清一次坡度，哦，就可以让人走得更平顺了。好，那这个是我对照我跟。荒野时候的一个差异啦，哈、哦。那我是准备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迷你版啦，还有一个是旗袍版。我可以用旗袍版吗？因为我刚好被音乐拉有兴趣嘛。哎、欸，我问麦克风拿了不下。刚好我是有一些体会，然后我很喜欢音乐。可以分段进行。好，我等大家讲完，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走下面，那不是手。然后也是徐老师第一堂课。好、oh, okay. ，大家好，我是燕辉。那个，我不知道讲什么。其实最近太突然去了。是啦，慢慢的有在比较找一些资料，去读一些老师的书啊，或者是现知道的文章。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慢慢真的有比较进入状况了。啊，那个入门课大概前面才开始，到这边才开始入门这样。啊，虽然之前农渡国小其实我有去做了一下，啊，所以这一次在东西口，我就特别选我在那边没做到，我就去做那个砌石的部分这样。啊，结果发现哇，去找石头好累了。然后怎么找都不够大这样，那个法官说要大一点这样，然后那边大部分都很破碎嘛，啊，所以后来我就沿着那个冲石的溪沟一直往上找这样，啊，本来前面搬了2块下来，后来想说好累哦，搬不下来，就看可不可以用滑的下来，我就有一块稍微把它推一下，想说看它可不可以滑下来，结果它滑了一阵子之后，他站起来又滚了，他所以很危险的从那个阿关的前面滚过去，他所以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说，绝对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对，其实之后真的再差个1公尺左右，可能就真的会打到人这样，那其实，在野外的环境里面，真的要找到很合用的材料，其实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啊，然后，我自己是因为很喜欢爬山，虽然我爬山的量也不是很多，因为其实膝盖不太好。那最近这几年刚好有一些机会去上一些课，我前阵其实也刚好在跟台南社大的另外一个老师去美浓那边，其实走去溯溪，其实看那个溪流里面的生态，还有那个溪流现在有很多那个前瞻计划的那个很多钱下来嘛哈，那他们啊，对，恒邦老师那边。他、啊、在美浓，我们去走双溪，然后去看那个河岸护岸的状况。所以那天也看了一些生态的东西，这样子。前两天我跑去台中上那个树木科学的课，那个树医师，刘东奇老师的课这样。不过都还没有消化，这样都在入门这样。接下来如果比较有时间，可能会再好好再仔细。了解一下，这里面其实上了这个课的发现说，其实步道真的走过去一下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像刚刚讲的，30几个人做一天才做100公尺左右而已。那里面其实很多学问可以仔细研究。大概这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上这堂课，谢谢。
就是出发前一天，我就抱着远足的心态，没想说更久以前去做过那个藤枝林下步道。那我记得那次可能是因为人很多，所以其实大家十座有，但是没有那么密集，就是很要稳。对，然后所以我那次一下就蛮好，我就蛮轻松的，觉得这样还 OK。也不知道是那时候比较年轻还是怎样，然后就刚好那天去，我那天一到那边就是分成两组，就是那个烟灰大哥他们有一组是坐坡坎在前段，然后我们后段就是坐后面的所有的路径这样。对啊，因为那天刚好杠一边一个男生，所以我也是跟那个大哥一样，想说不能丢脸。身为那一组唯一的男生，就是我要出尽全力做，对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报名字就是那个大姐，她就是很认真在后面一直做，就是我们一路扑过去，她就很认真一直在后面做清扫、复原跟挖那个，对对对，应该是挖那个边坡，对对对。然后大姐很认真，她就都没有休息，就一直做。然后我也不敢休息，我就一直有人中间有休息。那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就有点茫然的，因为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助教稍微就是我们那一组好像有一个支援的台中步道去支援，然后他有教导我们该怎么做。自己同学，小雨，原来小雨不是另外一个，是立峰嘛，就是立峰，有立峰照相。他都一直就是纠正我的姿势这样，因为我那天就是完全就是一直不断的去那个对小积木跟那个敲那个小积木，我的工作就这两个，对。然后后来就是其他同学也都大家都一起有参与，对。然后想说不能丢脸，但是就是他们其实手很酸，然后中间还有去上面的坡拉那个枯掉的那个木头，然后因为这样摔了两次。然后回去一进就凹陷，然后就是我好像第二次摔的时候，那个地凤姐她跟我说她抖了一下，就是她好像吓到，因为我就是，然后就好像快下去，然后我也抖了一下，我抖了一下是因为那个小玉的那个背包已经快掉下去，那个背包在我们下面的下面快下去了，对，所以我也抖了一下。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一直不断的做那个举那个。就是聚到怀疑人生了，所以为什么很短这样？一直聚，然后用那个先用小廊，再用那个大廊桥，然后那个真的好像要很有技巧，因为我就是也不太熟练，所以一开始姿势不对，敲起来也很累。然后小廊慢慢知道，也可能要用点甩的力道。然后大廊好像用不同的手势做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一开始我就是乖乖这样举起这样敲，然后后来就觉得都会敲歪，就是。那个都敲歪掉，所以后来我手就往前很靠近那个榔头，啊，到后面中间有一段，我好像不是去用那个甩的力道，我好像是用手抓着那个榔头，然后这样直接去砸那个木桩，然后这样砸的时候，那个手就是会蛮酸痛，啊，有时候如果它不好进去，可能那个地基比较硬，然后那个反馈就震到手就很麻，对啊，因为。就是也是咬牙咬着，也是继续做，对对。所以那天就是做完，就是回去，全身都还蛮酸痛，可是就觉得，跟上次藤枝比起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对对对。也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因为那次比较累，还是藤枝那时候比较年轻啊，不知道。那天做完回去就还蛮酸痛，但是就觉得还蛮值得。当然过一阵子想不开，可能还是会来参加。对，因为他在第二组是永远会知道的小玉，然后我有稍微写了一下感想在我的 FB， 所以写了，但我就看着手机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之前就有做过手作辅导，然后有参加过就是工作假期的部分，可是我那天做完的感觉是，它好像是我到那天为止觉得最困难的一个手作辅导。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那么难，但是我觉得那天我就快过不去了，直到天都黑了，怎么会还在那边，就是还在做工程，怎么会这样？然后
后我那天就觉得完了，已经是我手好像就跑了一个全马一样的，真的很酸。虽然说隔天我还是没有怎么样，对，但那天我的感觉啦，就是这个步道还很危险，因为它路况有很多需要修缮的部分，不管是不是继续用手做或者是工程，因为刚刚后面有反馈意见说，好像工程的人觉得还是，你会觉得还是要做工程，但我觉得它因为很漂亮很原始，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处理的部分，可能是它的铺面。那我那天遇到的很多状况跟刚刚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没有素材，大家空有武力，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看到了很多好像是适合的材料，但是结果去抓了，很努力去把它，像我也是有去爬那个，有点就爬上去之后，把好不容易爬上去，哇，那个木头看起来应该就是我要的那个路缘，结果下来之后它里面是坏掉的，然后我就整个，所以只好再跟丽凤姐走到入口的地方，再两个人合力走那段路，走到就去扛三米的一个木头回到那个地方，但是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你的有时候怎么做怎么会还是。你敲了，你打了，但是那个就不是那个适合的木头，或是适合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一个素材，然后会有点沮丧。那天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觉得好累。然后我们这组做了有路缘、横向节水、七十波坎，就大家这组，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的区域范围很大。那比较，我觉得有不知道是不是当初没有预设到那么多，因为我们其实。后来有在拨开要做那个路缘的时候，一个人的话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要一个人一直不断的去就是壮丁，唯一只有一个，所以壮丁就去帮忙。我前面示范完之后，壮丁就带着他一直弄下去了。然后变成说工具的调配上面，大家可能其实就是要轮着，可是其实大家都很想尽力的做。我那天我觉得手做步道有很厉害的，就是。我刚刚其实路上也跟文静分享，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明明在山底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个会去重训，或者是一个很有力，或是跑，就是你整个就是一个 superman。可是你到了手中步道这个步道上的时候，你突然间被那个，可能是这个场域，或者是刚刚大家都这么奋不顾身，或者是因为你那个不认输的感觉。你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为他做些什么，所以你就忽略了你的手其实已经在哀嚎，或者是说你忽略了你的肩膀，或者是说你忽略了一些事情，那你就投入了这件事情，就好好的想把它完成。那我后来在我的 FB 还是有稍微讲一下说，我觉得在做手做步道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我以前是个很粗心的人，那我觉得手做步道是需要细心。就是像刚刚很多同学都有在讲的部分，就是当我们踏上这个步道，去观察这个环境，去找到可能它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问题适合对应的素材，有时候不是我们一眼，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可能必须要细心的观察，或者是说在经验的累积之下，你才会慢慢的获得些什么，或者是人生的什么。对，但是我觉得每次手做步道完，我觉得都有很舒压的感觉，因为在平常日常生活的工作里面太过脑袋有时候太过的疲倦，因为要对应的事情太多。可是手做步道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单一项，它就是你想的只是如何让它变更好，让经过这条路的人可以走到比较适合的路，或者是。踏起来舒服或者是安全，所以你的目的性变得比较单一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手做步道的时候时间都过得很快，然后做完的时候都会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了善事，是因为觉得我好像帮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努力了，我曾经努力过的那种感觉，对吧？我个人觉得，好，谢谢。是应该是他的原因，没有刚开始回家真的是很累，
那因为是礼拜一，我有另外一个练习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是搭档的。对，因为我那天看你厉害，我就觉得你没有这样啊。没有啊，对啊，回家都很好啊。是一个礼拜一我基本上是闲不下来，所以说我自己会排活动，所以说我礼拜一我有在学习健道。的结果就打没三下就，老师不好意思，脚抽筋，我是脚抽筋，结果是拉伤。可是基本上我老师说你有热身啊，我说对啊，我知道。我说可能是这几天太操了吧，因为我礼拜五已经爬山，然后礼拜又去做不到，然后礼拜又练习，然后加上工作，所以说可能脚没有休息。那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步道，刚开始拿到工具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做不到头绪。然后我想说好啊，榔头也不会拿，那这就是能够做，就是在后面，我就是牵场路面而已，所以说还 OK， 可是基本上不会很累。那因为做完之后，真的有一句话叫做“假贵气坏钱”啊，真的要感谢我们走过步道哈，之前人真所做不到，让我们真的可以走过去，所以说真的很感谢他们，就先这样子，好，谢谢。我叫右进，然后其实出发前的时候，我还跟我的小朋友私说，然后我还跟我的小朋友说，妈妈去做步道，然后以后你走那个步道就是妈妈要做过的。你下次就是跟着我们来看。其实我那时候我会来这边，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就是要留给一个后代一个什么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会来做，就是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就是之一，然后来这边做手做不到，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就像那个吴茂成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应该是走出家门就有一个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个就是使用者可以走的一个空间，但因为我住东区，然后我其实不是台南人，我是台中人，然后刚刚嫁过来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我靠，这边人行道怎么是顶呢，就是都被骑楼都被那个占据，我就觉得真的很厌恶。然后其实我们都有就是去检举，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对啊，就觉得我的小孩好可怜哦，就是出门都就是都是，而且这边的那个反正就是台湾的生态就这样，就是摩托车真的很密集，然后空污很严重。然后尤其是就是在台南，就是它的地又比较小，然后到处都堵积，所以它这个情况又很严重。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不适应，然后又没有山，就是山都要开两个小时才会到，可是我就是很痛苦，对吧？所以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想要给后代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比较人性的空间。使用空间，然后才说来这边上步道学的，对啊，我觉得来这边就是也是学到真的很多，然后就是其实我也是就是把学到的东西，然后就是去教育我的下一代，对啊，包括说我们带他出去玩，然后都会跟他说无痕山林的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要注意什么啊，虽然他才四岁，但是我们。基本上如果有就是因为在野外，我们偶尔会就是有一些生萤火，然后就会跟他说就是要怎么就是掩灭，然后要怎么吐，就是要尽量让他就是无痕，但让看不出来呢，就是也就是尽力去就是教导，就是去慢慢用我们的就是家庭的教育去改变就是这个环境，那就是只能慢慢的。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就是在自学的一种啊，我觉得这边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的啊。我那一天做步道的时候是，其实我是做的有一点灰心，因为它那个地面真的就是
我就是不管怎么扫，我就是前面那个边坡上面都还是会一直落下来，啊，我心里就是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还可以扫，就是它到底要去持续去维护，可能我也不知道几次，那它那个边坡那个就是它那个砂石的那个情况才会改善，还是说它这个风化的程度就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它真的是适合做不到吗？还是我就是心里有纳闷说，就是我们会不会做白工这样？然后会不会它两三个月之后，然后就整个就是就是因为它那边也是蛮常就积水嘛，那就整个就是就没了这样，就其实心里都会就是觉得很就是有一点沮丧。那我想，就是台湾应该那么多步道，应该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对。就是那一天有一点，就是上去，大概是这样。好神奇哦，怎么会有人开这种课？然后我就抱着第一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我喜欢探索道路，然后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要去走一些，就是以前我会去想说，以前那条路就是为什么会有那条路，然后那条路是怎么出来，然后以前的人或者是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的是不是有走过，就有这种好奇，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好奇，我就参加这个课。然后我觉得的确就是手做不到这个活动蛮突破我自己的，虽然我有时候会跟我爸妈他们一起去就是附近的郊山健走，但是我觉得手做不到真的是很考验我的体力。我那天回去之后，回家之后我就跟我家人分享，然后我那天回家之后真的是就是双脚就是完全走不动的。对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突破我的第一个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原来一个步道是可以从就是自然界里面去找素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因为可能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城市里面，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人预备好。根本就不用去想那一些，但是当开始做的时候，我看原来素材要自己找，原来所有的东西就是都要自己，就是都要靠，反正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是跟那个燕惠大哥一起做，还有娟姐一起做那个砌石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在做砌石这件事情也是还蛮突破我的想象的，因为我知道我以前看过那种石板屋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堆叠起来，对我来说好像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真的当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发现说，不对，原来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角度，然后石头怎么样摆才会稳，我才发现啊，原来学问这么多在里面。但是就是当看到那个路做好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成就感的，对啊，所以很感谢就是这个机会参加这堂课。同学，我是刘一燕。人都需要肯定跟鼓励。我那一天真的是人又感到不舒服，因为我在去年就是小孩要带我去土耳其，今天就是从早上六点多走到晚上十一点，我都觉得 OK 啊，十七天我都可以走，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今年又去有些人的库克山，我觉得那个山很高，那。可是我们要出门的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坐在，有同学跟我说那个很陡，我的心开始有一点害怕，因为我因为有去身体检查就知道那个心脏有一种闭合不全，我现在想说，可是没有去试怎么会知道？而我儿子那个同学都说，你妈妈很厉害，很可以走。我在想说，人家都说我可以，我应该可以，我就跟人家走。可是后来好像有谁教我说要碎步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瘫在那里了。我那一天心跳跳到快要150，
我就觉得哎不大对，我就还好有那个博弈啊，他陪我，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结果同学来跟我讲说，老师说要不要带你下山，哎坐车回去，我现在想说，那就没有了，就是等于是今天就没有了，我真的很不想放弃，所以我的意志告诉我说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当然就是调试，然后转换那一种想法，我一个就跟我聊天，然后慢慢的，哎，我的心脏变成马斯斯了，我就告诉他说走，我们再往上走，所以我那一天有完成，是一种自我肯定，也谢谢大家，因为看着你们在前面，我不得不往前走，我很怕我造成你们。就是今天，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参与到全程，然后整个班就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完美，所以我是自我要求说，我希望我也要跟大家参与到最后一分一秒。然后这里我做到了，那谢谢这12堂课程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课程，我也希望老师你可以再继续开，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这大自然，它很神奇的力量。那我们不管同学有很担心说做了是不是它能维持多久，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事我们的心理，那至于他人都会有变化，人的不管任何的一切都会有变化，我们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享受当下，我们做到我们快乐，然后我们的心理大自然会听得到，然后它慢慢会让大自然越来越好，谢谢。在那个代班的原始小天使，继续代班。出来说爱大神在。接下来我们就是到第二组啊，从博弈开始。博弈他今天不会来，他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啊，他有个问题。那就是方总。大家好，我是方荣。那，我一直到很后面才知道说，这一班其实这个课其实是老师第一次来台南开课，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啊，我也很荣幸成为这个第一届的学员。然后就是那一天做完以后，其实我最大的心情是说，因为以前都会喜欢走路，但是都走别人弄好的路啊，那这次就是比较高兴，就是说，可以帮这个我没有走过的路做一点什么这样子哦。那就像前面有同学讲，在希望这条路以后可以有很多人去使用啊，或去观赏哦。大概就是那天一个很大的心情哦。那另外回来的时候天色其实有点暗嘛，但是后来回头走的时候，我在中间，我在第二组啊，就是往回走。就真的有注意到说，其实那个路面真的跟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其实那个成就感是还蛮大的。然后分享一下自己在做的时候那个状样态，就是我第一样做的事情是那个，就是那个整理那个路面嘛，那就拿一个梳子在那边，这个锄头在那边弄啊弄啊，然后我比较也不知道是不是没做过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弄一小段以后，我就往回走上去，这样看看说，这个整理的到底是好不好走哦，觉得好像还不错哎哦，可是等我往回走要往下再做的时候，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的做的那么好，就又再回头再处理了一次这样，所以非常来来回回哦，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往这边看哦是 OK， 可是往下看其实可能不那么 OK 啊，简单来讲，我那天有一个小的心得，就是这个路可能要弄两遍的话，它才会变得更好走这样。好，然后刚才分享了很多，我想这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上这一次去做，我没有做到那个工程嘛，就想说下次好像应该要把它补回来才对哦，所以这个是有点这个好像有这个理由要必须要继续下去的理由这样哦。那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说。看到这么特权可以把我放到那个嘉明武松这个制作里去，那我也可以过去，谢谢。
好喜欢，是我觉得哦，对，那就一起，一起，一起要顺便别同意那个一起讲，还是一起讲吗？对啊，那放了。其实这次还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坐博弈的车，然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其实是跟他同一级的，所以我们就在车上就聊得非常的愉快。那刚好我们又重新回到第二组，所以呢，就感觉上就是哎，我们在这边碰，哎，就是虽然说已经经过了20年，就是我们虽然从号已经碰在一起，然后我回到高雄，我当天。很累，然后回到高雄之后，我就看我的 LINE， 然后立国就说：“哎，我没有认出你。”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大家都会走在同一条路上，不管你在台中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环境更好，可以再去改善，我们可以再去尽什么样的力。那所以我那天回去之后呢，礼拜天我这次也不知道，我平常常有在爬山，这个是屁股就非常非常的酸，因为我其实很怕蹲，但是那天蹲很多，我其实有点很难站起来，就是屁股很痛，然后我就看到那，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呢，我很想要上去再去走一次，然后呢做一些测量，我说哦好啊，什么时候呢？说明天。明天我就想你可以吗？然后跟我说我不太累，你不太累，我好。然后呢，我就当然就请了不算请假，就是告知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他上去，然后上去的话就说一起，我就我后知后觉呢，我开始酸了。对，不过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即便他真的是都不太下去，因为我们其实是拿着5公尺的。然后一步一步把每一段都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记录。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有传回来让老师觉得比较惊讶的部分，就是说，怎么哪个地方瘫的，或是什么？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大哥讲的，我们要去做走步道的时候，那个路是不好走的。那我们做的第二段，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恐怖的路段，因为它其实是很滑的。所以我们这一组应该是滑到最多人的啦，就是一直在那边滑，一直在那边滑。那但是回来的时候真的很有感，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做的真好，就算我们觉得我们工程有时候是没有收尾，没有收好，然后其实有点忐忑，可是走回来的路是很好走的。但是我礼拜天才隔了一天之后，我又发现它又变滑了。那路面上其实很多很多落叶，我觉得有动物在这里动。然后感觉上是有下一点，然后我们其实才刚走进的进去的那个地方，其实它就有岩石已经把路面拱起来了，然后有猴大便，然后有山猪在底下乱冲，然后山枪、深山竹鸡这些声音都此起彼落，但是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我们那天的交通他们没出来，只有你们两个，所以他们就出来跟你们。我们三个，还有一个那个南艺大的老师，也有跟我去上海村去做那个典礼的那个老师。那我一开始想法就是说，就像刚刚有伙伴去分享，其实这一段路段是堪忧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会有点感觉，我们这样子修，其实它可能坏掉的，要使用的年限其实是，哎，那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博弈它是水利。一直修到博士，他都是水利，所以他看到的都是测量的东西，他就希望能够做一个记录。他是摄影师，然后他希望能够透过另外的角度去看一个步道，他在他是怎么样去延续他的生命的，或者是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长成的模样，他想要去做这样子的记录。那我们就去看那个颠簸，然后去记录植物，然后去看究竟哪一些地方它的坡度。那我们就来摸好了，好，所以我不太会讲，因为他是工程的，我是中文的，所以他叫我来帮他报告，我实在是觉得惶恐。那我在准备的时候，你在笑什么？我先说，会，因为我有点担心时间上面的。慧旭你可以先打我吧，对吧？我是慧旭哈。其实每次人家要说，那个礼拜三要去干嘛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不行，我晚上要上班。
课，上什么课？步道学，步道学，然后那个眼睛眼神就是会出现一种，我一定要跟他解释说是走路的步道，可是那个另外一种步道，然后的开始就会说哦，怎么会有这种课哈？那其实来上这个课都是我第一次，全部都是第一次的体验，其实给我很深的启示。当然我没有办法像大家这么的深入跟全心，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好像全心的投入，这跟我们不一样。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一个在反省的阶段，包括上次那个跟着茂子老师去走那个走读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去住了二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发现我们安安区那么漂亮，所以我发现说最不熟悉的地方就是自己居家的环境，所以我就一直开始在反省说我是不是要再多一点关注自己周围的事物，这样子不要整天都埋手在工作上，所以开始最近开始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去过跟前半生不一样的生活，这个思考已经在我脑中占据了好几天，这样所以这就是我的感觉，但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太认真了，害我也不敢翘课。以下我就大概带博弈的想法，可能要描述看看。其实我们那天回去之后呢，博弈就一直在找一些航空图或者是一些定位点，然后他很想找到比较好的地形图，然后因为我们走的地方。从植物的面向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图，就是一个很直接的顺向坡。我们其实都一直在顺向坡上面，所以很自然的重力的作用，这个坡本来就是会一直弹。那要去找证明嘛，因为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局部，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是透过那个高压电塔的那个位置图，这个是2017年，然后可以看到2018年10月，你会看到其实路面那个所谓的路，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变化。那我看不太懂啊，其实这样，就大家先看一下，也许以后有机会让博弈自己来说。好，那其实电塔是有两个，一个电塔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地方，它其实就有一个电塔。然后后来我们到第三段的地方，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个电塔，而且那个电塔声音很大声。一直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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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很大声。然后他就找了整个所谓的地质图，那他这张我觉得有点小，所以我会把它切过，看一下有没有把它切过来。好，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中坑断层，然后乌山头科、头背科，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这我看得懂哎哈，这就是顺向坡。因为我地理还不错。然后呢，我们又稍微看，这是我们那天有看到三角，你那天有看到吗？有啊。那可是你会发现，那个三角点是可以拿起来的，它其实已经移位了。如果它是一个三角点，它不会在那个位置。所以其实地形它是有在前进，这是有在变动的。然后我刚讲的那个鼹鼠啊，就。对，有鼹鼠就在我们这个坡道的下方，它就开始就挖了几道，我没有拍得很清楚，我本来以为我拍得很清楚，结果我没有拍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就是5公尺5公尺就做一个距离的测量，那大家可以来用一个比较远观，因为我们平常都走在林下，我们其实看到的那个范围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那我想说就大概示范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375公尺。320多公尺的这个路段，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测量，那你会看到，其实在上面的铺的落叶又已经很多了，那有一些地方它又很滑了，那所以究竟哪一些地方它的改变会很快速，这个也是博弈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再去思考、再去想的。那因为它是顺向坡的关系，这是在我们第一次的步道的时候，我们就锯了。这些木头，可是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些木头一定会滑下来。那滑下来之后，我们原本做的那个步道就一定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对，所以，不会就是说这个布这些木头呢，一定是要想办法把它给除掉，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把它拿来用掉。
对，那其实小玉就知道嘛，其实你们在爬，为什么你们就那么容易就会滑下去了？因为其实很多的木头它其实都已经腐烂了，然后它其实没有支点，然后你稍微一碰它，你就下去了。所以它其实真的有蛮多潜在的一些危险性。那我们走到第一组的末端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觉得它很滑，因为这位教授呢，他就直接滑倒了，他就直接滑倒，所以那个土啊，虽然我们当天很多人踩，感觉上他踩腻了，好走了，可是就只有两天而已，他就，所以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常常去做，光做一次，其实我们只是把那些整理出来而已。一定要去做，然后让那个大自然慢慢稳定，可能是这样子吧。对，就是五公尺确实的一步一步的测量。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博弈说这些照片你都可以使用。所以，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就把云端的网址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上去下载。对，那很不好意思，就是每当都有我，真的不好意思。不要拍谁，所以就只要拍谁一点。你会看到这个叶子已经很多很多了。这样就是一个真的。我们来到的第一组的那个桥。然后就是要有人。对，那这个地方后来这一位老师呢，他就从这个地方滑下去。他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因为他可能。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原因哦，但他就从这边稍微滑了一下，因为他的鞋子可能也不是合爬山，然后他也是第一次走到这样子的路面，然后他就变成是测试路的一个很好的。你看这边落叶这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那天我们很多伙伴在清那个路面，其实都清得非常干净。对，那我就不晓得说，哎，为什么落叶这么快速，它就又堆到一个厚度，会让我觉得哎稍微滑，对，他一段一段的做，一段一段的拍，然后拍到我们第二组的路接替的时候，真的发现我们第二组做的很不错。因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到那一段都会滑倒，但我们最辛苦的就是那20阶嘛。我们后来其实其他各组都在协助我们做那20阶，可是那20阶真的好走。是真的好走，我们那一天去之后真的，而且那个跨距真的不能太大，因为你跨距大的话它会堆土之后它就直接像溜滑梯了。所以第三组要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的楼梯后来变溜滑梯，因为真的它就真的比较滑，所以我觉得就提供给大家想一想，因为就是在两天之后我再到了现场，然后就是可以去体验到的一些状况，大概是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啦。好，应该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这边我们第二组的这个阶梯很好走，因为之前这个地方是最滑的，然后之后再走下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弯度，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东西都会，如果下大雨的话，可能水会从那个地方宣泄下来。本来博弈说他要做 PPT 啦，可是他后来真的太累了，就没有放出来。就放出来。然后大家有点可惜是，尤其是第一组其实都没有到第三组那边去看到后面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可惜，因为毕竟我们那一天的所有的行程，可是后来我们没有。第一组就在最前面，就没有办法。我第二组，我其实有跑去后面偷看，因为我很好奇，对，所以我其实有到后面去看。那后面其实就是有一些竹桥嘛，做起来。那给第三组看的是这个街哦，就是第三组这边有一个高压电塔，那这个电塔其实声音很大声。然后这个，你们这个有没有看到？哦，你们这个阶基本上已经都被泥土给覆盖了，所以那个教授他在这个地方就是滑了一大圈，滑了一大圈，就是这样子，就滑下去了。对。测试。那这是后面你们做的，刚刚讲的很辛苦去做的那个边坡，然后接下来就是接到主桥，总共是305公尺啦，305公尺。那这个就是地形图，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
登山口附近的电塔，这边有两个电塔，然后跟这边其实都是顺向坡的情形。好，那大概这样子跟大家分享。OK。刚刚帮我们做的记录。那我不是第一次参加手作步道，那第一次也是在藤枝，可是就五六年前。那我们那时候也是非常累，就是跟我们去实作那时候差不多。那可能刚好那时候就是我们都是一群年纪比较轻的人，就是比较相近，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就是不会觉得危险，就是好玩，就是不管是要搬木头，或是要去边坡什么，就是觉得很好玩这样。然后可是就是那以前是在参加活动，那因为现在自己是个办活动的人。然后所以，再来参加手作步道的时候，就会开始观察一些事情这样子。那譬如说像工具，基本上就是会觉得，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心里不知道它可以让我们大家就是自己去做，就是把工作分配下去了，然后工具给你，然后你就开始自己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可以有一种就是主动权在我这边，然后我可以去做各种尝试这样子。那就觉得就是这需要一点，因为这是有危险性的东西，但是可以让就是我们这些人自己来尝试怎么去运用工具，然后完成这件事。那我这次是跟博弈大哥一组，然后我们是砍竹子，然后就是做竹阶梯的部分。那真的一开始没有想过竹子那么重，对，就是所以我们砍完它下来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搬到步道上。所以就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就讨论了很久。就是我想把它搬上来，但是他觉得不行，这个很重，我们绝对不行，搬不动。所以他就觉得要一节一节锯，所以我们最后是一节一节，就是我们砍了两只，那第一只就是一节一节锯，然后把它移下移过来这样子。那第二只呢，就是那时候明谦老师来看的，就是这个应该可以先搬上来，然后再把它甩到步道上。所以第二只就是用就是抱上来，然后完整的把它拖过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也是要看，因为我们不知道竹子的特性是什么，其实不太敢这样操作。我所以那次就是就有两种就是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个竹子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参加活动都是大概一年才参加一次，就是来晚了这样，然后这次半年就。因为有去龙渡，所以半年就做了好几次，然后还来参加课程。那真的参加完课程之后，会觉得跟以前想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出来玩而已。对，可是这次出来就是透过步道学的课，就听到比较多更多的观念这样子。那我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我有在生态社，但是我们出去就是一直在看植物，就是走在一条路上，然后就是一直在认植物。然后我认到就是好三四种之后我就花了，就是我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讲植物，然后昆虫，然后就走过去，我们不会看我们走过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就他们就是一直在看旁边的东西，然后书上有什么，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为什么要认识这个植物这个昆虫，然后一直记，就是一整条路都在记这些名字，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融入大家去记名字。可是像这次来上步道学，开始观察步道，也就是从慢慢走，然后从步道开始看旁边的植物，就觉得这个植物好像跟我是有关系的，就会觉得去记那个名字就比较有意义了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好，那最后就是我本身是我在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工作，那其实如果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就是如果为了要有进阶班的话，就是之后可以我们再看看这样子。对，好，谢谢大家，你也参加。分享这个资讯给我，所以我
到这里。然后原本没有想很多，以为哦就是看就是认识一下步道，就发现哇原来那么难，就是作业写到真的是都觉得自己在乱写。然后这次我去就是也是第一次做那个手作步道，然后其实有心理准备说哦其实应该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上去了才发现老师说要锯木头，我光从锯木头。还好林木觉得大哥就锯，我想说剩下一点点的，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个不然换我锯好，剩下最后一笔路我来锯，结果谁知道在那边锯超久的，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搬下来，然后老师就说那个要就是把分支分好，然后从一个素材然后要弄到一个步道，然后我就问林木局大哥就说你会不会有点后悔，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我是步道的承办，然后他说像那种手做步道的东西真的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所谓的量化，那我说那你觉得手做步道这件事怎么样，他说比较就是比较多人走的他还是觉得发工程就是比较好比较安全，但因为个人就是比较知识比较不足，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对。然后那一天就是我们前面打那些木桩，然后前面都是大哥打的，然后发现他好像一直打蛮可怜的，然后换我就是接下去打，那打了才知道真的很不简单，可是我打到后面非常有心得，就是接下来就是后面的那个什么就是配我他们那边竹子的那个木桩，就是一直打，打到我回家的时候骑摩托车，我双手都是麻的。回家停车的时候，我发现我拉不起来，我放那台车，我就拉了超久的，然后我就觉得哦，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就是有满满的感动。那因为这个步道学课程，然后也让我知道怎样跟大自然相处，对，就是要真的要守护大自然，就是这样子。谢谢。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看那个？哦，我有跟他看，但他休假。哦，对，因为我有问过老，因为老师之前有跟我们提到那个吃直播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事，我的朋友是原住民，他就会说，你们不要随随便便上去那些地方，他说那是猎场什么的，就是有你们这些人都自己上去。我说可是。那应该就是社区的人委托那个协会，他们才会上去这样子。那他会说，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真的有所谓的热心民众，他们就会自己上去，然后就说什么要帮他弄，帮他们部落建什么温泉啊，然后把路铺好啊什么。但其实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然后反而是破坏他们部落，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有些就是。当地部落的那个族人啊，有时候会很对这种东西很反感，所以我就问了老师，老师有分享给我，那我也有分享给我朋友，但他们就是休假，不然就是一去不回啊。对，就是这样。就是有参加这个手作实作课程的同学在分享，那我们现在请就是没有来参加实作的，但是有来上课，来分享一下上课的心得。啊，第一个是蚊虫，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刚刚助教说这样子哦，我赶快怎么拍谁？他是心里话了，就有什么就讲什么。那很开心哦，这次来参加台南步道学，刚好这次因为有事情，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开心的冒险。看大家这次。那个分享哦，都很累，那感觉也很开心。我那个虽然是小小的步道一两百公尺，可是
能够把步道，全部做好做满，也是人生哦那个不平凡的成就，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多知道你离死还有一段距离。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每一个人，我觉得试试看这件事情之后，不见得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你接下来就是唯一的一种参与方式，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体验。那从最讲那个使用工具敲那个大榔头，那天因为我先进去了，所以我不知道马克有没有讲到了一个要诀，就是敲大榔头的要诀，要准头的要诀。其实是真的，我觉得其实的确会麻，就是因为你打在前面的哈，其实还是要保持。但是你为什么觉得打不准？不是前面，是后面，就是这个是大榔头，这个是一个榔头，这样大家可以讲。其实你要打准的话，是后面不要动，你只要动前面就好了，去就像这样，然后你就不用看它，你也不会打歪。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你不用，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打篮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还可以再连接一些更抽象的事。比方说你在挥的时候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其实会很专注在那个准，可是我们忘了那个根源不动才是关键。然后我们会专注着要打那个木桩，可是我们忘了要把力气灌过那个木桩到土里才是关键。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好像在想给抽象的，但是这个不难，就是如果你多做几次，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那个榔头的铁的地方跟木头，你很容易打歪的话，木头那里会爆。那你会打歪的原因，是因为你太想要打准。只能意会不能。但是如果你是记得你的根不动，然后你在动这个的时候，你每一下都很专注在这个平面，两个平面非常平的相接的时候，你不用很大的力气它就下去了，因为那个力气没有浪费，它是直接灌过那个木头到底的，所以那个表层不会烂掉。所以老师，那个桩本身的角度一定要抓得，那次桩下去抓得很准的、啊、其实可以修回来。那一天是谁跟我一起做打木桩？我们打掉以后歪掉嘛。对，但是我会修回来，对不对？怎么修？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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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用每一个工具都有一种美感，对，美感也可以，或者是，我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其实每一个工具都不要用力就对了。好，越讲越抽象。是，我想问一下，因为那天我们刚好有遇到，就是有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组织有一个巴鲁巴，哎，我可以讲吗？我可以吗？就是我们那组织有一个巴鲁巴。好，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刚刚你已经讲过的问题，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要同时要这边要用，可是在博卡那里也要用，可是那个大哥叶威大哥他觉得要把巴鲁瓦死命的把那个洞挖到很深很深，他才要。他才觉得他才完成这个。然后我之前因为可能没遇过这个地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之前就是上别的工作假期或什么时候，老师并没有特别说要挖到特别像，比如已经整个很深了，没有这样。他只是那时候老师在教的时候是说，就是譬如说核心要够，然后准头尽量打在同一个点上，然后最后再做扩口，这样子没有说啊。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的意见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问老师，你要看你的桩有多深啊？我的桩也没有到多深。打下去当然越打，因为就像那个，其实刚刚一起讲那个博弈他调查，我不是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有秀说那里是山峰地滑敏感区域，还有提到它是一个易崩塌，就是其实都有这些之前我们都知道。然后它是唐恩山的砂岩层，那个砂岩层是要用那个破了以后你的木桩比较好打。如果你木桩下面没有削尖的话，是要靠那个戳。
如果你木桩有削尖的话，我们都有削。那其实就是看你主要的组装有多少，然后你就打打看这样。但是，我要说的说这个其实也没有去定的啦，因为要看现场的状况。对，现场地址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没有，而且不一定所有都要扩开哦。小雨，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扩开。当我们遇到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土，是比较洞比较小，然后用木头把它筋，就是筋出来，然后才会比较稳，所以不一定要扩开。好，这些都在讲技术，但我不是要讲技术，我其实刚刚一直在讲不是技术的东西，我们来是一种，你都有的时候是因为第一次做，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当你抓到了那个。对啊，之后其实很轻松愉快的，你会跟你的工具相处得很好，然后你会真的，然后你会觉得就像那个什么，虽然有人连续去了龙都国小，又去了珠山岛，还是说周周做之后就不累了，那他们进入的是一种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他会觉得他对这事情的掌握度变得比较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会放得很轻松，那其实这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对，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不会用工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用几次就会，就这样，先用回首，对，就是就很简单，所以不用觉得挫折，像刚刚有说到那个挫折感，那我就顺便回到一起说的，就是实际上它。会滑有很多原因，上面崩下来的滑动的土石是一个，但是你看，如果我们有做了一些那个让它变得比较不滑的设施，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阶梯，那它就可以留住土壤，然后你走起来也很顺，所以不见得是说那个土石就一定怎么样，但那个土石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往上看有台湾海藻？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干的，非常非常干。所以因为它缺水，所以那个它的，我在土壤专家面前说这个，因为它缺水，所以它那个它的质地呢，就是很容易松，很容易松。对，但是它如果疫情，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做的状态？这里面只有他参加过第一次去乌山头做，然后这是就是后中间有做过两次啊，这是。你的第二次嘛，那因为你有看过最早，就可以知道现在装比那时候好太多。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介入，你会觉得说，哎、欸，为什么好像有一种西西弗斯的感觉，就是挖了又掉下来挖，对啊，好像很绝望。那可是因为从第一次一直看到现在，会知道它的变动是在稳定的过程中，然后而且也看到了鼹鼠，其实那不止鼹鼠，还有山猪啦，就是它之所以我们第一次。就是那一天早上走进去，我看到丽娟在前面走的时候，我就想说，很就是感觉很辛苦这样哈。其实是因为那个应该是有山猪拱过那个路，所以其实那个路是有动物造成的。那你说动物的问题要用什么工法去解决？其实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对不对？好，那其实真的就是以后这个路如果走的人比较多，动物就会比较不会那么靠近。就只有这种方式而已。那如果他真的拱坏了，你也不能跟他生气，你就是把路弄坏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大家可能不用太在意，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恒长永远存在，因为其实我们在面对的本来就是无常，然后我们本来就是用无常的方式。说的无常是哪一个？大家知道吗？一直变动的，所有的都在变动，我们也是变动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参与了那个变动的一部分，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比如说，假如有一天这个步道真的崩了，整个地形就是完全不适合的，我觉得那个路线就让它恢复自然就好了。至少我知道，当它完全崩掉的时候，其实没有对自然造成什么负荷，就假设是用了很。硬的东西去做的话，其实它是一定会崩掉的。那所以其实你反而会有一种坦然，是觉得
你并不会觉得说你做过的事情就等于零，或者是就付出流水，但是其实是那我们本来就是参与了这个无常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不用觉得很，其实留给小孩的东西不用一定是要眼睛看得到的，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有时候比较重要。好，这是小王子说的。OK， 好，那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像刚刚说到后面会滑，或者是第一组，其实第一组他们有挖了一个土梯嘛，对不对？那是因为那一段下一次要做的时候就会去做梯了。那其实要处理滑的问题有很多，就是它真的是因为土壤太干啊。然后如果它有在下雨的时候，其实不会那么。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湿度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这次真的非常干。那所以其实像同样的坡度，在某一些状况之下，其实是根本不用设阶梯的。可是以这种情况之下，设阶梯反而比较好。你们应该之前我们不是上课的时候都说，走阶梯其实非常的讨厌。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有阶梯好像比较好走。所以呢，什么样的坡度一定要设阶梯，并没有一定。好，那但是像比如说第三组，他们当时做的那个阶梯，你会觉得不好走，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那个土质换了，地质换了，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你会觉得后面是斜坡，反而减少阶梯是比较好的，对不对？所以它，之后当然它可以加，或者是在既有的阶梯里面呢，这边是斜的这个地方呢，稍微再加上一些可以踩踏的凸出来的踏点。踩点就是不一定是加阶梯啊，有可能是加石头，加让你往下走的时候感觉有踩点有缓冲就可以，那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石头的做法。那但是现场的最大的挑战是很难找到石头，而且很难找到我们觉得可以拿来用的大石头，其中一个被滚掉。我跟阿公那时候看到，哎，这颗石头很好，就后来我可以看到那颗石头掉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妈呀，我所以我掉了一个黄金，感觉还要更难过。那这其实石头，你绝对不可能在上面的时候想说让它滑，它会滑。石头是一个，你要让它真的在地面上滑的话，你要站在它的下面的那种方式啊，所以其实你丢掉几颗石头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让石头滑而不是滚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过程啊。我是觉得其实都蛮好的。然后那其实关于摔跤或跌倒，其实走路是有方法的啊。那个我跟明彦分享，就是我其实心脏也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对啊，我就跟你再往前走。不，你不要勉强自己。我没有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是很多事情是反而放轻松，就好。放轻松就是，比方说，心跳跟你的呼吸跟走路的步伐一致就可以。这个也很抽象的，我觉得很具体啊，就是呼吸，就是所谓你要能够走长久，就是呼吸跟走路，你走的速度是不会喘的速度。可是那天很多人都说会喘啊，但是走太快。如果你会喘就走太快，但每个人会喘的速度不一样，所以不要跟上别人的速度，要跟自己的心脏的速度。真的会喘。其实是跟上自己的心的速度，不要跟别人的心的速度。你就发现这句话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意义的。真的，我先说句真的，你要跟自己的呼吸。所以才要更练习啊，因为你跟我的年纪差很多啊，我已经在两年就60了，你才45，也没有差很多啊。其实真的是走路是要学习的，我们都以为我们会走路，其实没有，我自己是应该是开始做不到之后开始学走路，所以是这几年才走，因为我被迫要走很多路，所以我要学怎么走路。好，那所以那个包括你的呼吸跟你的步伐要一致，
然后你其实如果你们看我走路，感觉速度快，但是问题是你们看我走路很慢嘛，就实际上看动作的时候很慢，对不对？因为我们走一次，对呀、啊。你那天有这个后面？为什么他会突然说出这个？我原来就是走路，对，其实就是很悠闲的快走。就反正总而言之，其实就是跟着自己心的速度就对了，不用担心别人，对。然后那个像龚老师，就那天一直摔的，是我观察他走路的时候不会用大腿的力量。走路其实是要用大腿的，又很抽象，怎么会很抽象？我觉得我讲的很具体啊，所以这是一种实际，对，就是平常你真的试试看，你现在试试看，你在抬脚的时候，你是用小腿把自己的脚提起来，还是用大腿把自己的脚提起来？其实一般人都是用小腿。然后你回去酸是酸小腿还是酸大腿？都能酸，酸大腿的哪里？后面酸。可以走后脚。哦，对对对。一般来说，你酸这里是对的，酸这里就是错的，对啊。那对，就是你用力用对方式的话，但走习惯最后就是都不会酸，对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腿的力气比较强的话，上下的那个刹车，所以他需要练肌力、啊、但是也不用去健身房，就是常出去做辅导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经验谈，对对对。啊，没有，但是真的，其实我刚刚那么多回忆，我想想看，好，应该有吧？还有说谁刚刚说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刚刚听的时候大致上不齐。那像他刚刚说进入传统领域的事情，其实。分享了两篇，就是其实是当地人主办，然后我们去受邀的，所以，我们做不到，不可能说没有主管机关或当地人的同意就进去。我在上课的时候也都有讲，所以这个是基本的。那个三角点，其实上一次我们就有看到，我们上次就有把它拿来拿去，他早就被人家拿来拿去，他根本就不完整，对，他应该是不知道断在哪里，对，所以那个本来他就。可能不一定是发生很重大的灾害，有可能是台电的那个电塔施工的时候把它拿走了。对，好，那但是我非常也觉得说后续可以值得继续观察。好，然后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趴，对不对？好，就是那个今天我们待会是要颁发结业证书，对不对？好，然后那个马寇有帮我们衡量了一下。依据我们的休课的规定，那休课规定是说得很清楚的，对吗？那所以呢，就有结业的资格限制。但是我们其实有给大家一个补的机会，比方说蚊虫，你是只有户外实作没参加嘛，对不对？上一次没有室内课缺三次，我知道，但是没有超过规定。哎，你看我给你们结业资格，真是很松啊。但是台南步道学的同学哈，我不知道台中你们自己的感觉怎样。好像非常认真哈，出席率就是其实虽然定了那个标准，老师你要问我，我两边都有参加，台南作业跟那个同学的认真度太可怕了，就是台南报学更可怕，对不对？对，好，那所以其实今天在座的大家都会有领到这个，那文虫跟静纯其实是有补的机会的，好，包括博弈。一起，你再跟国立说一下，他只差户外走读一次，对，那你只差户外实作，对，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月呢，有两次的后续的活动是可以让大家做来做补的，一个是11月10号的环村绿道走读吧，这个不是有放到群组里面给大家看，就是吴茂成老师要带大家走的环村绿道走读，那个如果你是缺走读那一次的。你参加那一次完了以后呢，就算补齐了，一样可以发结业证书。这样，你跟国义讲，他是缺户外走，对，他是。然后你是缺户外实作，户外实作是11月29到12月1号，会去乌山岭东溪口做步道。
哦，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那一段三百米的，我们好像这一次全部做完了，没有，其实还要回去做一些东西，哦，并不是做完的状态，哦，所以如果你那个时间有参加的话，你后面也可以再补证说，这样，所以也可以去做三百米。做一天，然后但是前后两天是就是有玩的，包括我们会去坐船，第三天有一个坐船的行程。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这一次做的意犹未尽的，还觉得想要再去的，也可以再参加。不过我们那个还没有放上网站，大家可以先留时间。还有包括刚刚说，分享了以后有其他人想来参加的，就可以请他们预留时间，就是11月29到12月1号。3天2夜，然后后面住在征文活动中心，好，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有不会像大家这样子超三天，不是乘以三的概念，好，是做还是做那么一天这样，好，做哪一天？做也中间那一天，就是中间那一天，中间那一天就等于你们那一天这样子，对对对，然后那没有，他那个活动是完整是三天。完整对对对，所以那个也可以再补，这样就这样。好，所以今天没有拿到截止，不过后面有补完。我缺的是，我记得静纯也是缺户外摄影。哦，缺作业。啊，那就如果他不想补交，好，没有关系。没有，我们一直在想要补救的方法哈，但如果没有需要也没关系哈。好，对，然后那关于下学期的事情呢？我先搬来，先搬。好，那我们先请那个，我觉得就是结业嘉宾，先来。结业的总共有14个，好，然后会颁发结业证书跟获得我们守护地图2019年的守护地图一张，啊，然后那这个是有结业的人都有啊，然后呢，另外因为就像小玉说的，台南步道学实在是太认真了啊，全勤的有11个，全勤有11个，然后呢？作业全缴，我们是这样子，全勤的我们本来就会给小礼物哈，然后如果全勤又加作业全缴的话，就超级全勤哈，大概分了这三大类的，好不好？那所以那个。我们会先请那三位，就是两位啊，两位。方荣跟丽珍，先到前面来，就是我们颁发结业证书跟守护地图哈。
右拳脚作业的这个超级的呢，会得到守护地图，还有一个那个手作步道的头巾。我刚念的这个获得守护地图，一般是，捐款1000元可以获得，然后捐款3000元、2000元的才会有一个头巾。对，所以大家现在获得的是相当于捐款2000元的那个对奖品哈。虽然大家都没有缴保证金，因为一般以前我们修业规定里面讲说学费是500嘛，然后为了确保大家最后愿意取得结业证书，能够提高那个通过率，所以有一个保证金1000元。那在台南社大，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账这样子还要退，还要就又要缴又要退很麻烦，所以他们最后就决定不收。那一般我们通常到这个环节会说，假设你保证金领回去的，但是你可以用那1000元来进行步道之友的捐款，那我们就还可以送给你。他现在是没有捐这件事，所以欢迎大家到千里步道的网站上，可以点选捐款的页面，然后你可以选你如果今天没有拿到礼物，我们还有其他的，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去捐款，因为实际上那个这学期的课程是很。就别的不说，就说我每个礼拜从台北过来，这个就已经成本很高了。捐款3000块有衣服。对，有衣服，对，好来。然后我们现在要请那个超级认真的同学们，第一个是文婷。来，文婷。好，你愿念，你愿答。文婷、建志、燕辉、敏燕。真佑，你玩的留着一下。你玩的有在拍照。对对对，真佑。然后子琳、旭山、莹莹、小玉，九位，大家给他们鼓掌。然后子琳、旭山、九位。Okay.
多送一本书。好，然后那还有问什么？
就会听到一些他以前没有听过的，就是他自己以前可能那个部分就过去了，但是在听一次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有这一件事这样。所以当然我们每一次入门课也会加一些新东西，比方说台中来听的就会说，这个以前台中有讲过吗？类似像这样啊，所以其实都会有一些新东西。好，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但是一样就是可以锁定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参与的事情。那课程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也希望接下来还可以常常在各个地方看到大家这样子。好，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马克老师。我提醒一下，那个文丑、右近跟博弈地语，看一下，右近是缺那个走路嘛，所以如果你参加那个10月10号的那个山海军的那个，就有机会拿到证书。就是这四个同学，你们就是后续有那个对，就是后续有补的机会，所以你们可以可以到这个月底之前。对，就是11月10号跟那个11月29跟12月1号的那个。就是如果你们有心啊，有心想，对，因为后续要上 GPA 的话是一定要完成度，但你这一次没完成，你明年再来一次也可以，都可以啊，对，好，然后那个环春绿道跟那个就算是你没有要补结业证书，你今天已经拿到了，但你还想再参加也可以报名的哈 ，OK 哈，就上次我们去那个11月2号。实作的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通常这些资讯就是会在哪边？大家可以加入那个千里步道协会的粉专上面都会有。然后11月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千里骑，千段骑，在等待11月中，11月16、17，11月16、17在新竹千段骑啊，然后23、24也是千段骑啊，下个礼拜的飞凤已经满了。好，所以大概现在还有名额，就是16、17跟23、24。好，那大家可以上网去，那是工作假期。好 ，OK， 好，没有问题啊。好，那大家，因为我要去赶车了，那大家可以把东西吃完。谢谢老师。好 ，OK， 好，谢谢大家。同学如果有时间、有兴趣、有机会，我们可以约走一下那个上次那个老师没走完的那个山海区。像那个就是建制他们感觉蛮有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在 LINE 上面约，然后大家一起出去走一走，骑脚踏车啦。哦，骑脚踏车也可以。到山就是形式我们可以再讨论的，但我们可以约。对，麻烦那个补充这样。然后大家要把自己的东西都认领回去哦，可以吗？谢谢。对。那怎么办？就只好是。没有，你们可以吃到十点。想要带朋友同学的回去远方，就是应该带一些路上吃。没有没有，我就是看起来就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想要带去吃一下，带去吃啊。对，或者是大家留下来一直吃到。我觉得我们还有时间。刘刚好是我们台中带来的人。
是我自己带的袋子。我也很特别，快往家跑了，对不对？再加一杯啊！大家可以吃饭了。我今天刚好上礼拜发起来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哪个转的。没有了，没有了，哇！我吃背了，Oh,
对他们会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互相都是专人的，对对，因为这个学会是一个大学，对对，然后我怎么办？像结果一样，我们回来了。